么情况？哎，本王还没打够呢，你们跑什么？水开！欺负几个小娃娃，脸不害臊？我来给你们画几个外援。夫人，我掩护，你快走。大王加油哦，么么哒。闪得真快。想开溜啊？给我扫干净了，不然哪儿也别想去。我太难了。车间将在六一直播黑猫警长和其他经典动画，小伙伴们不要错过哟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而这里就是江湖。再回去练练吧你。各路高手在此切磋武艺，只为决出最强者。我来会会你。姑娘好身手，敢问姑娘芳龄几何，家住何方？啊，等一下，我的台词还没有说完呢。哎，没有对手，真寂寞啊。爷爷，能和我来一局吗？你？我竟然败给了一个小孩。还有我，妈妈，不好好写作业，就在游戏厅里瞎玩，这是你小孩该来的地儿吗？看我怎么回去收拾你！正所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就是江湖。每逢过节胖三斤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你这哪里是胖三斤，至少胖30斤了吧。你怎么一点都没胖呢？因为你在吃的时候我都在练。动漫人物也要注意形象啊，瘦下来哪有那么容易。容易啊，找漫画家改改体型不就好了。啊，这也行？还可以改成强壮型，暴走型，还有 Q 版造型。想怎么改就怎么。是改的什么鬼啊？哦吼。这就是我的世界，强者为王，跟你的世界完全不同。你愿意进入我的世界吗？
醒了，猎杀时刻。假如打蚊子有段位，青铜。王者。过年气氛也没有啊！我把家里带红色的东西都收起来了，干得漂亮！牛哥一看到红色就会了。快手搜索快动漫，一次看个够。